8月8月的22跟23两天的活动，但是我们会比较晚一点开始，所以就不用连续两天爆肝这样子。好，所以 那同样呢，也是成果报告的时候会在这个会议上面的就是那个国际会议厅做 lightning talk。好，所以如果有一些 project 想要同时展现给非常多人看的话，这是一个也不错的机会。好，那所以请大家。应该是七月，这次会稍微比较早一点开始报名，应该是七月初就会开始报名，然后因为会跟大会一起这样子。好，那所以那就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。好，哎，还有东西要外带吗？有，外面有八盒，就是打包好的，大家可以自己挑一盒带走，还有五罐红茶。好，那就非常非常谢谢大家，然后也请大家帮忙把就是。附近有看到的垃圾啊，或者是椅子啊，就是该收的东西收一下。